对，建宏领，对，这个的话是比较偏有点蕾丝的上衣，有两个颜色，它是做非常薄非常薄的长袖，它是有点镂空的感觉，给大家近看一下，它的纹路好特别哦，有一点几何三角的感觉，然后前面的排扣呢是做假的哦，大家这个不怕爆扣，上面的扣子很漂亮，扣子很闪，来给大家近看，对，很美，有点珍珠吗？有一点浊白，浊白色的感觉，对，有一点淡粉橘的感觉，对，很可爱的颜色。它的蕾丝是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软蕾丝很舒服，很喜欢它领口的设计，给大家近看一下。哎，你们穿这个去喜宴不好吧？他说穿这样你都美过旁边的伴娘。对啊，然后手袖的话呢是做松紧的，做松紧荷叶边，这个不会勒哦，我穿非常的舒服。对，我穿得很舒服，这样。中间有内里，所以不用怕。对，它中间有内里，对，有内里，这边是镂空的，然后这边一下是有内里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穿浅色的，要，对，还是要穿浅色。这一件的话，为什么说到 L？ 因为它其实下摆是做比较直筒一点，对，然后它本身的弹性只有微微一点点，对，然后里面的话，它的内衬在这边，在里面，它是缝在一起的，杏色，你穿杏色很亮耶。这件真的穿起来蛮舒服，对呀、啊，很美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这样包套。